田敏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？啊，我刚才问你，还有没有别的亲人？你告诉我没有，和我没关系。账，还是跟你没关系。但是他们的行为对你产生了打扰，我向你道歉。咱俩以后的相处能不能坦诚一点？我跟你坦诚有什么用？我坦诚他们就不来了吗？那他们来，你提前告诉我，我还有个应对吧？那现在你也知道这事儿了，你告诉我你怎么应对啊？ 他现在太突然了，我没想出来呢。那不就得了？你还有理是不是？我还没问你呢。哎，你现在欠人家阳光里小区400多万，这又多出一200多万来。你要赚了钱，你先还谁呀？你说我先还谁啊？你知道你现在应该干什么了吗？我知道。 这还差不多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倒插笔呢？来吧。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拍照，留凭证。说清楚一点呀，我还以为你什么无理要求呢。 我对你有无理要求，你对我有无理要求吧？我对你能有什么无理要求？拍照啊，你快点儿！蹲下呀，要不怎么拍啊？你拍照片能不能笑一笑啊？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声。一、二，笑一笑，三。